你的意思莫不是收留你进这清灵书院？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天子招财纳凉之地。好，那我问你，那这枚印章何处得来啊？兰香院啊。对呀，兰香院什么地方？你看，你是风月场中人。 此乃招贤纳凉地，我心子焉再瞎也不能睁着眼看你滥竽充数啊！坏人，你说什么？你坏人，你带来了。 好，这小兄弟目光犀利呀、啊，这头一回只见第一面就能看出我是坏人，不容易啊！哈哈，那你是什么人呢？好人，好人，你打算带这好人一起进我的清明书院？正有此意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未知。 你看，虽说我辛某在书院里是说一不二，但也总不能净放进些不三不四之人呢。我不认识不三，也不认识不四。反正我是好人，你坏人。<笑>他很有意思，我喜欢你，坐吧。那你倒说说看，我怎么个坏法？ 今日你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还则罢了，要是说不出来，那就别怪我这坏人无情了。说，院守又何必刨根究底，自取其辱啊？自取其辱？我心目一向都是辱别人，我倒真还想听听别人怎么辱我。来，你说说看。 院守说的没错，这枚印章的确得来于风月之所。不过，未知委身于风月之所，是为生活所迫；而院守前往的风月之所，却是逾期不忠，有损私德。新院守既是为天子掌管清明书院选拔人才，那自然便是知晓韩信曾起时为生，刘备因卖履糊口，正所谓英雄莫问出处。 如今新院守却是因为未知的身份而拒之门外，不但有失公允，更是有损功德。新院守，你实在是不配做这清明的掌门人。嚯！哎，你错了。 我为什么要去那风月之所？我去那风月场所是微服私访、探查民情，完成殿下交给我的重任。而我跟我的爱妻大花，我们是两小无猜、亲密无间，白头偕老、百年和好，谈何有损私德呀？至于招纳人才，我从来就是英雄不问出处。 不以貌取人，嘿，你来的路上有看见着华服者吗？你知道我清明书院的院规为何吗？你理解我辛某良苦之用心在什么地方吗？若未知能猜中一二，院守可否允了我的请求？我收你。未谋揣测，若无天纵之才，万不该于院中着锦衣而行。究其缘由，那必然是院中的衣着与考试的难度相关。 至于院守的苦心嘛，那自然是为了学子，一心向学，不论出身不分贵贱，一视同仁。年少，未知可有所证？说中了。你看，在我清明书院，凡着绸衣吃读史者，年末增加考试一次，且评定等次不得低于优良。 凡着缎衣吃读史者，年末增加考试两次，而且评定等次不得低于着役。你看，
似我这般，啊！礼贤下士，求贤若渴，不拘一格，唯才是举。我这等心胸似江河湖海一般，岂是尔等之辈能够体会得到的？一时半时无法洞察。学生未知。 见过院首。罢了罢了，哎呀，这是唯女子和好人难缠矣。不过进入清明，一定要记住，清明固然是陛下的清明。 但清明学子走出这大门，人人就会称你为太子门生。你可明了这其中之用意啊？学生明白，清明学子需以太子殿下马首是瞻。嗯，那你这位好人兄弟呢？他以心愿上马首是瞻。 臣也弄不明白，这铜人是微臣亲自督办亲手交给假扮的巫师，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，刻下当今圣上的名讳，这有朝一日被人利用，此事暴露，那臣不是找了死罪吗？哎，心愿所言极是，孤现在就怕咱们螳螂捕蝉。 还有那黄雀在后，微臣设局给赵王，当初只是想让他担下这谋逆的罪责，受制于殿下。 没想到被别有用心的人反过来利用此局，那对殿下是百害而无一利。那微臣是罪该万死啊！微臣罪该万死啊！好了，心愿手，微臣，心愿手不必自责。倘若真的有那只黄雀的话，那此人一定是知道此局之人。 殿下说是长工，不应该吧？长工再怎么说是殿下的亲舅父，虎虽毒还不食子，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的。还是因为心谋，眼力太浅，知人知面。微臣的意思是，不明白你的意思，用孤想一想。 知道此局的只有我，你还有长工。偏偏开始他是阻止我们设这个局的人，他知道内情又全然与他无关。新院长，你的怀疑有道理。不过，要说长工有意加害于孤，孤真的不大相信，他不至于。 还是殿下分析的更透彻呀！这不是长工，会是谁呢？还有一人知晓此局，谁？入局者，宁言。心愿守的意思是宁言一直在演戏。当日给他设下此局，殿下和微臣已经怀疑宁言背后必有高人指点。
此人指点他假意入局，然后演了这么一出好戏给顾看。燕王，殿下可否打探出燕王那边有何异样的动作呀？他倒是滴水不漏，可越是这样，姑越是看不透他。哎，如今敌暗我明，形势诡谲，我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不过这赵王对微臣倒还是尚存几分信任。莫不如就让微臣再出马走一趟，到赵王那里试着从他嘴里套出些蛛丝马迹的线索。那这事儿有劳新元首了，殿下客气了。哎，殿下，怎么了？真的不是长工。新元首先查赵王。哎，难道真的是我舅父？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。闭嘴！所以老，就是你找来的骗子，什么大武士，什么神鸟啊，都是些骗子！你们一起欺哄本王，设计陷害本王，本王是无辜的。哦，那不知大巫师可欺骗殿下什么？他说本王。那只神鸟说本王才是，说是什么？邢子渊，你去把那个大巫师还那什么鸟给我找来，他们可以作证，本王并没有在头目人上刻上父皇的名讳。迟了，大巫师讲他泄露了天机，会有一劫，早已云游避劫去了。什么？跑了？你们这些骗子！好你个邢子渊，我这就去告诉太子，把整个事情一五一十全都说出来。殿下，去，去把这事一五一十的跟太子都说出来。把当时神鸟称殿下为太子的时候你是如何打算的也说出来，在同墓人上刻下太子名讳，秦某知道；刻没刻圣上的名讳，秦某可真不知道。我可以陪你一起去见太子，甚至我可以陪你见当今圣上，咱们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走走走走走。秦元首，我们哎。刚才都是本王的一时气话，别在意，别在意。你说说你呀，本以为你问鼎楚魏有望，怎么这么沉不住气，能成什么大事呢？算了，这大巫师临走前给殿下捎了句话，我看也不必说了。什么话？哎呀，算了，不说了。新元首，刚才都是小王的不是。我辛某为了殿下的事奔走相告，口干舌燥，你先弄杯水喝吧。啊，是，当然。哎，稍等。谢殿下。新元首，大巫师留给本王什么话呀？哦，大巫师临走的时候讲龙飞九天，
必应天劫，入化此劫。全在什么？全在二兄。二兄。二王兄，为兄今日前来，不是为了去清明的，为了你。太子殿下，以臣弟对武帝的了解，臣弟觉得此事之中必有蹊跷，若是贸然禀告父皇的话，怕是连累了太子殿下。因为此压胜之物是在东宫找到的。这大巫师真是神呐！昨日我见二王兄的时候，有一个兰香院的小厮叫魏之，他能够作证，本王交给他的同墓人上，并没有刻父皇的名讳。只要本王能够证明，是有人暗中捣鬼，设计勾陷本王，那一切都会有转机。新元首，嗯，你若能寻来那魏之，让本王渡过此天劫，日后龙飞九天之日。是你飞黄腾达之时。谢殿下，微臣真是感激不尽呐！太好了。可是兰香院这小厮，他叫魏之，魏之。心目不认识他，这如何去寻找呢？你们认识没关系。有人认识他，不过是兰香院一名小厮，你这么袒护他，传出去也不太好听吧？要是其他人，我就不阻碍武王兄了。可这个小厮，他恰恰是朱茵姑娘的弟弟。殿下的意思是说楚王？就是楚王答应来蒙哥鲁太子的重兵把守了，也进不来。你们兄弟之间的关系，楚皇根本不可能愿意来，你还是趁早大修此念吧。新元首，你只需告诉他，本王有要事与他讲。是关于他三哥的死。您言已经是瓮中之鳖，眼看着你一家和三哥即将尘缘昭雪，为何你有伤感之色呀？八年，朱茵自懂事起就家风巨变，似乎这辈子都在为父亲昭雪而活着。如今事成在即，朱茵倒是有些茫然。令尊昭雪之时，即是朱茵重生之日，离开兰香院，好好找个好人家，重新开始生活就好了。好人家，你那只狸猫平日里总是叨叨着，这女人若是已经知道了天大地大，又如何甘心一辈子被锁在这深宅大院里？听她说多了，朱茵也忍不住想去看看这天地到底有多大。如果我不是一位皇子，我也想像你们一样，天涯海角，自由自在。说起来，待等三皇子沉冤得雪，太子与赵王罪有应得之后，不知殿下又有何打算呢？继续这朝中的勾心斗角，等着有一天披上龙袍问鼎天下吗？殿下恕罪，朱茵不当有此一问。啊，是不知道。不是你不应该问，是本王
真不知道如何做到。那只狸猫虽然爱惹祸，可如今这兰香院突然少了他这么个小厮，倒是冷清了不少。朱茵有些想念他，说来他可也是殿下的福星啊。若不是他歪打正着帮着宁言去埋土木人，殿下的计划也未必会如此顺利。本王要你再去一次东宫，换一个土木人，你愿意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事成之后，你我两不相欠。成交。别的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他却是成事也有余败事也有余，什么事被他一搅和肯定有麻烦，而如今他已经是星子宴的麻烦了，我倒要看一看他去了清明会再惹出什么麻烦来。大侠，人家有人家的院规，你不能因为陪读你就不守院规，对吧？你把这衣服穿上吧。不穿。这大门在你身后，人家赶紧走，我可不管。不走。大侠，你就别让我丢人了，行吗？马尾兄台。马尾兄台。哎呀，前日我们在书院门口见过一面啊，一面之缘呐。互相介绍一下，认识一下。那你这么快就进来了？快吗？哎呀，这身衣服花了小弟不少银子呀。啊，容小弟先行介绍，小弟姓燕，名怀石，来自明海燕家。四大世家之一的明海燕家？哎呀，正是。那燕家富有海上，你为何要到地京来四处钻营啊？还得在门口受那样的气啊？哎呀，从来伤者无欲。燕家再富甲天下，也不过是偏安一隅。这帝京，总是个机会很多的地方吧。那咱们就算认识，再会。再会。哎，别！阿伟兄台还没介绍呢，日后咱们在书院也好互相照应，交个朋友嘛。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了。兄台女扮男装，必定大有来头。怀石出自京京。人生地不熟，日后互相照应，岂不是更好？仁兄，你说笑了，在下听不懂。兄台莫要瞒我。怀石少年经商，常见大户人家女眷因家中男丁稀少啊而改装，出面经营生意，见多了自能辨别。兄台眼神流波若春水，如若不是女子，便是在下眼拙了。兄弟未知，魏兄，你叫什么呀？顾南一，顾兄。你是把你吓得这啊？把衣服给我穿上。你说这哪里像是个书香盈庭的天下学府，简直就像帝京郊外的老农家。吃饭吧。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斗笠摘下来啊？这里又没太阳，没蚊子的。那你不说话，我给你摘了。你那儿也有一颗痣啊？
哎，我这也有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是七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八块。我没数错，是七块。八块。啊，你是想要八块是吧？少爷，你要是嫌肉少，你就直说嘛。只要你不给我找麻烦，别说是八块，九块都没有问题。只吃八块。什么时候才能甩掉你这个累赘啊？还我。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，还你！鬼影子都没有。是你，你终于还是来了。你不是说三哥有遗言要留给我吗？不冷吗？一场秋雨，一场寒冷。你少在这跟本王伤春悲秋的。眼看着就要立秋了，之后是秋分、寒露。转眼就要立冬，冬天难熬啊，万物萧瑟，什么都没有，连虫子都没有。我就一直盼呐盼呐，终于到了惊蛰，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了。再怎么着，我都可以听听蝉鸣鸟的。够了！到底想说什么？一天又一天，自己守着自己的影子，一天又一天，好像永远就只有这一天。我熟悉得很啊，这种日子。本王才不像你这种废物会沦为阶下囚！你不是说三哥有什么遗言要留给我吗？难道武王兄，你的遗言跟三哥的遗言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吗？我错了。是我错了，当然是我说错了。你们怎么会像我一样是个废物，沦为阶下囚呢？你们不会是阶下囚，你们可犯的是谋逆的死罪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你只要把那魏之找来，就是前日你护着的那个兰香院的小厮，只要把他找来，就能
证明本王并没有在同墓人上刻父皇的名讳，是有人故意在陷害本王，是无辜的。本王是无辜的。没想到武王兄嘴里也能说出这几个字。那当年三王兄是不是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呀？不一样，怎么不一样？这留下来的都是无辜人，可惜。无辜的人分两类，一类是可怜的人，一类是没用的人。王兄，你是想成为可怜的那个无辜人，还是转变成有用的那个人呢？本王说了不一样，那就是不一样。本王才不是那个没用而可怜的灵巧，被太子设计勾陷，毫无还手之力，落得个身首异处。你可知，当年的一切都是本王一手安排的，本王才是真龙，注定要龙飞九天。哦，是太子用巫蛊案勾陷了宁乔，你又怎知这次不是故技重施呢？什么意思？吴王兄，你应该是一无所知啊，应该是太子构造了这一切啊，就如同以前他勾陷宁乔啊。可是看到过的，辛子衍就是一个臣子，太子都没了，你认为他不会另盘高枝吗？嗯，至于二王兄燕王，他不是应该早就巴不得太子之位空悬吗？依殿下所言，必有第三者知晓此事，而且还在同墓人上动了手脚。没错，看今日之情形，恐怕太子会怀疑此事乃本王所为。不是殿下，也不是太子，更非赵王，难道是楚王？哼，这个宁毅果然没有让本王失望了。这上演的一出出好戏，当真是精彩绝伦呐。启禀殿下，陛下宣主子入宫觐见。陛下星夜召见，想必已是被同墓人一事困扰，殿下可想好应对之策？父皇尚不知道同墓人上还有他的名讳，看来本王应该想一个进退自如的两全之策了。五哥，有一事我不知当晚不当晚呢。王兄，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，你要行刺压身之法？
那我换一个问题：当年太子究竟因为何事，一定要诬陷三哥宁巧呢？还不是跟本王一样，知道的太多了。当年，三哥宁乔奉命调查血腹图刺杀首辅一案，无意中查到太子的秘密，为了保守秘密，太子不惜炮制无辜案，构陷三哥。如今，吴王兄，你又协助本王调查血腹图刺杀金月卫一案，你又发现了这个秘密，而无辜案又重出，你想一想，是巧合吗？是巧合吗？难道我宁愿要走宁巧的老路了吗？王兄，为什么不趁在太子有下一步计划之前，马上面见父皇？你就自首行吗？你说出真相，那太子豢养血腹图刺杀朝廷重臣，谋害两位皇子，数罪并罚，莫说得太子之位，只怕他项上人头都保不住。只有太子死了，你才能安枕无忧；也只有太子死了，这真龙才能龙飞九天呢。不行。明乔之死，虽是太子炮制，但本王也是帮凶啊。倘若父皇得知了当年的真相，本王也是死罪难逃。你现在就在太子掌中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王兄，你真的想坐以待毙？你想等死吗？你想等死吗？啊！老臣要到边境复职，无法陪伴殿下左右，请务必听老臣一言，殿下需谨言慎行。啊！太子心不可测，还请殿下万般小心呐。可是了。失去了军队，为了楚昌，我要勉强割舍。问了他意见，放他顶多，割舍了。葛侍郎，葛侍郎已经被太子调往圣月边境，看来太子对武王兄你早有提防，遣散了你身边的人。吴王兄啊，吴王兄，你身边真是一个连说话的人都没了。说话的人都没了。当年宁乔一案，你只是被迫听命于太子，身不由己，不是守恶之人。如若你自首，一可以自保，二你是知道我和桑王兄的情分。只要桑王兄成冤昭雪，我可以保证你在父皇面前全身而退。
我要面见大巫师。王兄，你要见谁？大巫师。 大巫师，他说要面见大巫师，要遵天机而行。等等，这会说人话的鸟不好找。那蒙面的大巫师，紫彦兄，我找到了。 阎王爷病了，赵云，老奴在。难不成真有巫邪作祟？陛下，是否有巫邪作祟，老奴？ 也说不清，可有件事，也的确是蹊跷。行者。 情冷月色。